奖的公司是龙生建设股份有限公司，我们掌声恭喜。好，龙生建设恭喜。诚信建商同时也获得我们的金狮奖。接下来得奖的是我们的龙生建设股份有限公司，也恭喜我们的龙生建设获得我们资深诚信建商证书。接下来得奖的是龙生建设股份有限公司，恭喜龙生建设。各位贵宾大家好，我是龙生建设的代表。那首先感谢主办单位及各位评审教授对龙生建设正负两度 C 台湾精品建筑的支持与认同。那龙生建设是一个年轻又富有创意的建筑团队，对个案的建筑要求团队需做到对住宅对客户住宅品质与责任，那对都市景观追求新生命，那对区域环境呢创造新的价值。当建筑作品完成后，那都能得到客户的认同与赞赏。这是龙生建设对建筑的坚持与目标。爱护这块土地珍惜现有资源，那是身为世界公民的责任与义务。龙生建设会坚持对建筑精品的信念，那对每个个案创造新生命。谢谢。